点意思。楼上负责印象的那个老师，我都跟你说了，你再剩俩调，你再剩俩调，你怎么没给剩个呢？还剩调？这再剩这二位老师，老师这岁数太大了，一会儿耳膜再震掉了。不治吗？哎，大卫啊，没来得及给你剩调，这个感觉怎么样啊？我感觉呢还是稍微低了点，嗓子没放开。行，这孩子说话这口气够大呀。郭大卫呀，唱的真绝，你热血吗？过。哎呀，谢谢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。你这一句话，他这节目就过了。就你这口气，你还不服呗？我没说不服。就差那个动静，你能整出来啊？我整不出来。哎呀，白活这么大呀！他怎么跟我这么说话呀？也没你这么问的呀！我不为了咱节目吗？又来了！哎呀，二位啊！哎。他是这么个事儿，我跟蒋老师一商量呢，哎呦，觉得刚才这个孩子是个人才，对，我们俩准备培养培养他，我们俩带着他一块上春晚，你们觉得行不？你是不是没睡醒啊？你睡醒了。要是我没猜错哈，你肯定啊吃错药。我又没病，我吃什么药啊？我，他说我吃药了，你说还得让你们见见高人。还有高人吗？有请东伯上场啊！有什么高人？你说的高人就是他呀？不高吗？高，快赶上姚明了都。我说东伯老师啊，叫我的你答应什么？他不是叫东伯老师吗？谁叫东伯老师了？人叫程伯老师。孩子这么小点还这么背。那俩谁年龄大？我大呀。我怎么感觉他比你大？那你这话什么意思呢？你在后说话哈，让服点他行不行？不，我就是问问他怎么回事。我给你介绍一下啊，他呀叫吴东伯，人送外号吴老三。我就听说过吴老二。可别瞧不起我们老三，我们老三可有绝活。什么绝活？老三啊，咱们来自大西北，咱们来到东北，咱得来点东北的绝活。老三，露一手。音乐走着。好，音乐。这抽风的节目都能过呀？怎么你不服啊？我没不服啊。你从哪儿来的？我北京来的，我北京人。我真给北京人丢脸，我呸。好，我怎么这么跟我说话呀？他没有你那么问孩子的。开冷，我来。那个二位啊，是这么回事。我们俩的意思呢是，我们俩呢带着他俩一块儿上春晚，你看怎么样？你是不是昨天晚上做噩梦了呢？没有，我做梦挺好的。出门的时候脑袋让门挤了吧？没挤啊。你怎么连好赖话都听不出来了你？不，我说的是实话呀。你就不会说话你。是这么回事儿。我们俩人一商量呢，不是带那俩孩子上春晚，对，是我们俩人准备带着你们俩人，咱们四个上春晚。你再说一遍。就我们俩人带着你们俩人，咱们四个上春晚呀。是俺们俩带着俺们俩呀，还是俺们俩带着俺们俩？你说清楚点好不好？谁带谁？谁带俺们俩都行啊！啊，对，我们俩谁带都行。哎，不对呀！啊，他们俩凭什么这么大谱？
俩人站着什么是半天，什么也没演，什么也没说。对呀、啊，他说谁过谁就过，你们凭什么呀？是啊，你们总得亮亮招吧。看来咱俩要是不露点绝活哈，他俩不服。你有什么绝活啊？那你就代表我给大家唱一段吧。我代表你啊，唱。行行行，我跟我搭档来可以吗？啊，可以。好，掌声有请我的搭档牛老师，有请。牛老师。牛老师啊，哎，牛老师，哎，咱们给大伙儿唱一段怎么样啊？我说那个陶老师啊，哎，咱给大伙儿唱哪一段啊？咱们就唱这个四郎探母好吗？嗯，好吧。音乐走着，能唱吗？您高抬贵手，让我们这节目也过了吧？对，是想听真话还是想听假话？当然想听真话呀。那我就实话实说吧。好，哪们这个节目啊过了。哎呦，谢谢毕老师，谢谢。谢什么谢呀？啊，我是说，咱俩这个节目演的啊，太过了。